我们今天来做披萨油，需要的材料有百里香、迷迭香、野桂叶、辣椒、花椒、黑胡椒、香菜籽，还有橄榄油。全部把它放下去，加橄榄油，再加一些，这样子给它炸个五分钟，煮好了，我们把它关火冷却。切好，我们再装到罐子去。我们来装瓶，它已经冷却了。
完成。